那要鬼出鬼，八百米高离，两地齐飘，战斗中正在做团队流。这是斗神二口，后讲是将来人是八二啦，念八二先念九二，二两八啦，我八二念。啊，那呢，第二个金钟，带来是什么？那要问第一时间就是大做二口。还有三家，来，怎么样？大姐，你过来了，叔叔。叔叔，他有我说了。祝喜出发，吉阳出发，迎家如东西，桂花大火爆。后来，后来光有名。江阳主任有上罗哩，那那黄国喜，大人可能大名，大名他不接的吼，来，你就是左右最爽。天水，告诉你，告诉。第二个形象摆来是什么二哥啊？那要问第二个形象就是一九二哥。哦，第二个就是一九二哥，你一九二哥摆来两数，算算什么？一九二哥摆来两数呗。乌龟，乌龟发觉，你连讲唔到个呀？你真是牛啦！你看这个。哦，是牛哦。哎呀，今天咱们摆来。背我干吗？我唔在，我头一阵，我背我干。背他有算。我有算，十几四上摆喺山下就好，五下就好，在地一千步，这两个我靠在多少？哦，你看这不是在，应景来应景。他炸龙就是在那边跳舞没挂，哦，他这样变了哦，好厉害。左右这样嘞，啊，你真是好啊，你看这样，哦，是好，啊好，他有我帅嘞，好是好运滚，好爱滚，你心不顺当龙魂。风吹起新浪潮，这就是人生的好。
满腹泉水，高壁玉圣殿，五文书啊，恭请啊，过平安桥，高平地主啊，必有相台安。小子，